哥，好了没？走吧。走吧。哎呀，来来呀、啊！河里抓了点黄骨鱼。我看一下，哇，我最喜欢吃这个了，慢点给我们吧。小叔，今天可不能分给你了。我表妹从城里过来，她也特爱吃这个，我特意给她抓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走了，还看呢？哦。啊，对了，家里有几件衣服没洗，回去帮我洗一下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好。你这有没有电动剃须刀？哎，咱们村里哪有啊？你去镇上看看吧。好。好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280。能不能便宜点？要的话，275给你。老板，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最低270。那我考虑一下吧。200。还辛苦。节日促销了解一下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节日促销了解一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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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节日促销了解一下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在那边。你好，看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节日促销。干嘛呀？差点摔倒了，知道不？最讨厌是我。小叔，小叔，跑哪去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干嘛去了？电话不接，消息也不回。我去发传单赚钱了。你赚什么钱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赚钱的事我负责。我只是想给你买个电动剃须刀，这样你以后刮了就不会卡胡子了。那快喝点热水，都给你热好几回了。走，回家吃饭。哥，我好饿呀。
久没吃黄瓜了。嗯，感觉又鲜香的，太好吃了。吃完再多吃点。哇，这黄瓜鱼是不是你抓的？没有，买的呢。你别骗我啦，这买来的也不是这个味道啊。哥，我就说说而已，你干嘛跑去抓呀？你看你别人又犯了。我没有取悦你的语言天赋，只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了。还有啊，以后别再去发传单了，钱不够花跟我说。哥，我只是用你爱我的方式爱你而已。哎哥，你试试看我新买的剃须刀好不好用？哎，不错。